又输了，谢谢总有刁人想害寡人的四个鱼丸出面，谢谢老板，还有五分钟开奖啊，大气，老板大气，谢谢 Bocus 一二三，感谢我还是红领巾，谢谢 Bocus。 哎呦啊，版本答案来了，兄弟们，版本答案出现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版本答案走过来了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版本答案上线了。叮叮叮叮叮叮叮。全不要，感谢段坤坤，谢谢东有刁人刁民想害寡人，算了，老板们出了鱼丸出面，那个啊海鲜大餐啊是700，满汉全席还是2500，看看能不能出啊。先拿女神之泪吧，这种蜜狐呢不行，不能玩，不能玩，兄弟们，种蜜狐呢那就是给小法打工的，不玩，打工都不打，没他地儿，没有这锤石的位置，算了吧，拿一个也行，先拿一个，万一我们特别的顺的话，直接来个三星狐狸，那咱不拿也得拿，不拿白不拿，拿。这波还赢不了，我升了得了，肯定还是赢不了，升了吧。
三星瑞文，三星瑞文也不玩啊，三星瑞文不要重装的锤石，要灵魂莲花夜幽的锤石了。就我这小驴人能把这阿哈利给控死，克死的近战。哎，小法他天选跟不天选他多少啊？多法强啊！我知道，他每个天选之人他都会有其他的属性，比如说这锤石，他可能就蓝量就加多，或者是就生命值是一定是加的，蓝量可能会加，或者是法强会加。这波给啥呢？这波给大剑吧。或者是魔抗全套的，全套吧，全套。这给的这都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拿个大树。你让锤石走了，那你让我拿他干啥呀？我还干脆我不拿他得了呗。那我这么快就让锤石走了，我当初我为什么要拿他？给他吞了，漂亮。锤石这个盾时间太短了，再时间就长点就好了，才四秒，六秒钟就好了。升了，上个分女。这是啥呀？天神猴啊，还是御剑仙呢？小法师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毒蛇，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上这个吧。还能加点法强，给我瞪他！你能不能瞪左边，大哥？
也不能赖他，腰子给他嘲讽了，没办法，还他妈大空了。这蛇女啊就不像个人，我就发现了。你说有你这俩大，这波是不是赢了？盖伦咋不掉血呢？先拿全套吧。哎，先拿个全套，没有大剑。下波还能选一个，没有小法师啊。众蜜这不是在凑呢吗？着什么急呢？刚凑吗？这不是蛇女儿给我瞪，擦！他这吴亦凡呢，一瞅就不咋地。努努猫咪，我这。我那把就玩的重密，就让小法给干了。我这把再玩重密，我又让人给干了。我就从此以后，我就对这个重密啊，我就不想玩了，就看看这把到底怎么回事吧。没虚区啊，这就非常的难受。来了两个英雄，狐狸加上寒冰，你说你到底玩哪个，对不对？这就现在就问题就有点大。先给狐狸上装备吧，然后再拿个寒冰，这塞拉斯上一走。大剑，然后又来个小法师。大剑漂亮。玩重密啊，玩重密这些就撇了。撇了，咱不犹豫好吧，都撇了。一个不要。我希望你这个重密啊能给点力啊，我玩过一趟不咋地，这把啊如果
不是版本答案。从此以后，众秘也从我这里去除啊，剔除了，不要了。给个狐狸吧，这不行，这把的劫有点多，这外面的狐狸有点多，我得赶紧把它递出来。只要狐狸二星了就有保障，别整个永远一星就没法玩了。自己来好吧，别让我找你，自己来，自己动。下边九块 ，nice。我非常享受自己的成就。别让我找你啊！哎，这劫能死不？这剑魔怎么没打着劫呢？哎，这波不应该输的，其实还是站脚吧，站脚站脚，还是得站脚。这波输的有点难受，这不应该输的。感谢克雷特为电竞过什么玩意儿呢？过三关，谢谢老板的两个飞机哦，感谢老板的飞机，谢谢。大家今天荧光棒记得刷一下啊，亲密度1.2倍。狐狸站倒数第二排，杰开始不打，我信你个鬼！我刚才不是站在倒数第二排吗？我就站倒数第一排，我给他扎堆儿，锤石放前面，放那啥，放技能，我给剑魔放前面，反正我四重装，这剑魔也死不了。就这样放。咣，没暴击，他没春哥，再炸一下死。咣，这把吴亦凡挺多呀。这没法双法爆伤害低，这都打一万了伤害还低呀、啊、你不拿蓝 buff 他80点蓝，那都打完了他都放不出来技能，你这得让这狐狸有点蓝，你有蓝刚好就老母狙剑魔然后跟狐狸一块放技能正好，那法爆无尽都不一定能放出来技能，就打完了，前排都死光了。劫都删了，劫能删吗？
完了，我是不是差一块钱？靠！大头猪啊，龙刀巨杀，你怎么不炸这里呀、啊、大哥呀、啊、差头猪，就差头你啊！来，差头你漂亮。刚宗今天好像很饿。蛇女连个屁都没放出来就死了，我操！有这么难打吗？啊，打过了！哎，我一开始都感觉我要没了，这都能打赢啊！再来头猪。青龙刀为啥不给明咒猫？问的好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找你干什么去了？换个位置好。没事，直接打不过我。哟，哇！这也太能演戏了，我操！一滴血啊！这狐狸太演戏了，我最近发现呢，他挺能演呢。这波梨子火花蓝 buff， 小狐狸这都可以。好，梨子火花吧，或羊刀，羊刀锤石，哎，羊刀锤石猛啊！大皮鞭子一顿搂，一直甩，给你一个小皮鞭，换个位置，这位置不行，给它换回来。给锤石怎么的了呢？我锤石天选之人有毛病吗？没毛病啊，我觉得给锤石没毛病。嘣！炸左边，炸左边那不，这吴亦凡挺能吸呀、啊。
个剑魔吧。这也不是大红袍啊，这不，哎，这顶上写的故宫贡茶、武夷岩茶、养心花香茶是大红袍茶吗？红色的，反正我听说挺好喝，我就买了一个。买错了吧，是个屁，买错了吧，这你们少着买错了呀，我查一查啊。岩茶、养心花香茶，这指定不是，这指定是买错了，靠，哎呀，指定是买错了，这出品名都是养心花香茶，你们嫂子呀真是不太行了，女人呢。我这起飞了，差点蛇女儿。抽一个尝一尝啊，看看啊。抽了吧，明天给你抽了吧。不对，明天我们不直播了，我们直接明天就是职业生涯结束了。完了，狐狸大没放出来，锤石，谁说锤石不行？谁说的？我给锤石装备有毛病吗？我这一顿搂啊。锤石绝对的没毛病，这就是我第二个虚区，你知道吧？会不会有点多呀？不对，这茶指定是苦的。三星刀锋搁哪呢？三星进。三星刀锋没有啊，没有三星刀锋啊，有三星进，三星刀锋，那我们指定没了。三星进还玩个屁呀、啊！一个炸给他炸死，咱都赢不了。再炸死几个吧，这苟延残喘一波，看能不能拿个第四，好吧。我要能有个三星狐狸，咱们跟他支吧支吧还行，这支吧不上的，这都支吧不上。这人倒数第一得了，你倒数第一，我倒数第二，他俩自己玩的吧。我帮你们解决掉这小子，好吧，然后呢你们两个这个神仙自己玩吧。这狐狸呀、啊、我让人给解决了。哎呦我操了，哎，这狐狸第一个大招放的就跟狗屎一样，真的，这狐狸我都不知道干啥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狐狸的大给你放的真他妈会放啊，这技能是真会放，确实挺狠啊，确实挺狠，这大狐狸
上下就是自己玩吧，这小子剩一滴血，哎呀，服了，真的。真会放了。